在去年十二月。咩嘛？哦，跟住阿先呢？OK， 拜拜。嗨，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就是马来西亚，特别是槟城，是一个非常可以包容各族文化的一个国家和一个州属。为什么呢？缅甸劳工在槟城是属于非常非常多的，今天是他们过年，所以我们就跟缅甸的朋友、缅甸的友族一起去庆祝他们新年啊！当然，泼水节呢是属于东南亚非常热闹的一个节日。今天我们就去槟城布劳迪古斯去看看到底有多热闹。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泼水节。泼水节呢，在东南亚是非常热闹一个节日，特别是在泰国、缅甸、柬埔寨等等这些国家啊，比如老挝，我们都是叫 P Mai 或是 Songkran 啊。泰国和老挝的称呼是一样的，在柬埔寨啊，柬埔寨新年或是 Songkran， 缅甸称为缅甸新年啊。今天我就要带大家去看看我们槟城是属于怎样的一个节日啊。在槟城呢，非常多的缅甸劳工。今年2024年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节日，今天刚巧路过缅甸人在这边庆祝新年的地方，今天就带大家过去看一看。Happy Happy OK， 拜拜。泼水节啦，泼水节啦，香香的哦，香香的。人家后面没大喊你哦，人家跳舞哦，在这边。喂，凉凉的哦。你们他们一种粉来的啦，路不暖暖，好冷好冷的嘞。那 nice and friendly 的给他啦。微信微信啊。拍我那脸，人多人多，你别拍我那脸了，拍一下。现在我们玩，不要玩右手了，玩右手回，是吧？嗯，就是那边摄影的嘛。哎，今天带大家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 Kalaiwai Road。Kalaiwai Road 呢，和我们的 Bloodigus 啊是很靠近的。Bloodigus 和这个 Kalaiwai 呢，啊是非常昂贵的地区哦，很多有钱人都住在这地方了。啊，听说我们这边呢是一方尺大概1000到1500左右，所以如果你有1000方尺的屋子，乘1000块。大概是100万啊，所以啊，在香港算起来啊不是很贵，但是在马来西亚呢是非常昂贵的。所以我们走进这个地区里面呢，看到车水马龙啊，看到这一些车呢都啊挤着挤着要进去那个地区啊。这里边有一点不好的就是啊，稍微给我们的州政府一点小小的建议啦啊，一定要做一个外环公路，或是来做一个 highway 啊，就是好像我们去 Bangkok 从机场下去呢，啊，有个 highway 直接可以到。啊，这边呢，我们要去啊，丹中翁啊，或是丹中 Thok Kong， 或是丹中 Phinky 呢，都是堵着，因为唯一的一条路可以通过去而已。所以如果有什么节日或是什么热闹，我们这边堵着啊。我刚刚在这边堵着，就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了啊。所以那些朋友，从外国刚刚来的朋友啊，大节日的时候啊，尽量避免啊这一个地区啊。我们进来看到对面呢有一个尖尖的，那这就是睡佛的地方啊。我们槟城布劳迪古斯睡佛是非常非常的啊知名的。哎，我们进到这个地区的啊，所以路边呢都很多人卖一些啊水啊啊，卖一些小食啊，就是很多人卖那个水枪，看到吗？旁边有水枪啊！我进去的，我就抱着一个啊，心里会被射了哈、啊！暂时还没有啊，所以我们就跟这个小贩谈谈天价。10号到14号啊，今天最后天了、啊。他们是。泰国人比较多，缅甸人比较多。缅甸人啊，他们新年是什么？新年啊。
好，我们继续前进。这里非常堵，看到地上非常多的垃圾啊。这里的活动啊，过了最后呢，我们的清道夫啊就很没有空，所以啊，一般上我们要有啊这种意识啊 ，OK 啊，这些活动过后，我们就尽量把垃圾收起来。而且槟城呢做得非常的不错啊，最重要是啊，我们的市政局要放多一点垃圾桶啊，看到地上非常肮脏，为什么要破水界嘛？人家啊拿着水。丢了啊，用了就丢在地上，用了就丢在地上啊。好，哇，这个小孩子把它碰碎了，哇，非常的冷，非常的冷。哎，那个气氛呢，非常的热闹了，虽然是很非常的烟的啊。你看到啊，前面哇，我又中了，我又中了。前面有个啊装冰块的啊卡车啊载了一桶的水过来，哇，这是本地的。哇，快点逃啊，逃离这个危险的地方，非常非常好啊，非常之地啊，那个水非常冷啊，我真真的是 啊不过还是挺开心的啊，替我们的一些缅甸朋友缅甸同胞开始 Happy New Year， 祝他们新年快乐，他们非常高兴啊。话说回来啊，这些缅甸劳工呢都是有一些是非法劳工啊，这里不知道是不是适合讲，但是啊，这个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哈、啊。所以有一些中国朋友啊，有些外国的朋友过来啊，他们啊都不敢请这种非法劳工啊。为什么呢？因为啊，怕被执法单位啊采取行动被抓。听说如果你请这些非法劳工啊，你的罚单最少一个人啊，请一个人要罚500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罪行啊，也是非常重的一个罚款，所以要请这些工人呢就有人怕，但是看到很多小贩中心都是请这种缅甸劳工，而且他们做工的非常的卖力啦，这边也非常的感激他们的付出，但是无论如何我想马来西亚可以的话。尽量把这些劳工变成我们的一个合法的劳工所以当然希望执法单位可以寻找个解决的方案给我们的这个小贩中心的老板这些小贩可以安心的做生意因为现在行情都不好，那请个劳工也很贵我停在这边呢就站一下把那衣服扭干。然后顺便看看有些朋友可以跟他聊聊天。很庆幸的是这些外国劳工特别是缅甸劳工他们都是在小贩中心做一些帮手助手有一些甚至做久了在这边超过10年了他们就自己做老板自己开档而且生意非常的不错。这些都是我们看到一些竞争有些像这边甚至已经超过10年之久大力本段槟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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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的了，外的了。OK OK， 都多槟榔啊。要，我不槟榔。哦，我槟榔啦。OK OK。OK Happy New Year。你看到他们都会讲福建话，干起来的意思就是 Hello， 多谢，德里玛嘎塞的意思。来，我们看着这个情侣啊，所以送了一个花他们看到我有点尴尬怕我是政府人员啊。So Myanmar New Year. Yeah. Berapa lama sini? Sudah lama banyak kerja sini. Yeah. So.